师傅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气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慈悲，把人家把人家电话挤掉了。真的。哎呦。好了，说吧说吧。请师傅慈悲看一个2017年的鸡。男孩子，是一个素宝宝，想看一下健康有没有灵性，最近这个孩子特别闹。2017年啊。对，2017年的鸡，男的师傅，小素宝宝。啊，身上有灵性。因为师傅，因为这个孩子一到晚上特别闹，然后呢，已经8个月大了，还不愿意吃辅食。6个月开始皮肤起了盘状湿疹，一直反复没有好。看到很多螃蟹。螃蟹，哎呀。麻烦了，就叫他妈妈家里的业。妈妈家里的业。哎呀。好吧，叫他好好念往生咒吧，叫家里。那师傅念多少遍往生啊？现在不念74遍。现在每天74遍对吧？对对对，念一个礼拜先看，会不会好一点？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小房子倒不多，68张。68张，好的师傅，那需要放生多少？还有往生咒，往生咒。哦，往生咒，好的。往生咒49遍。往生咒49遍。放生大概是，我看一下啊，1080条。1080。好的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那需要还不需要就是多注意些什么呀？没什么注意，最主要就是要消他的业障。嗯，首先把他身上的那种散灵啊，那些螃蟹先弄掉，还有鱼，都要弄掉，不弄掉不行的，好吗？知道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